哎呀，这个垃圾桶就在这儿，你就不能走几步扔垃圾桶里啊？怎么就砸我身上了呢？哎，这都是你家开的，我爱怎么扔就怎么扔，你管得着吗？人这种话你废什么话？嘿，你敢砸我？要是全都能解决问题，你早早下来放手。他是谁啊？咋那么横呢？他是我们村有名的举重冠军。哼，还举重冠军啊？就算是散打冠军，我也不怕。滚！哎，我的鞋子，你